住他的梦，天空是永恒的家，大地是他的王国，悲伤是生活。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，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。红色的蜻蜓，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已慢慢的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的减了。现在，那我们就 OK， 要出回去了，不要跑时间了。OK， 好了。你呀、啊，我的华语是教会给老师的，但老师说的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场。老师讲啊，假如是我们。他生意不好，不过你们以后谁可以请他多喝两杯，他乐意的。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出席，也感谢大家为了这个宝贵的时。OK， 我们的时间也不是说很足够了，然后我们就给回交给我们的时。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主席流产宴相会，因为想到这几年来的他是新的啦，这个付出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一个小小的礼物呢，其实是一支笔啦，一支笔，所以我们希望呢，你回去以后呢，用这支笔呢，把这七年或者是以后的回忆全部写下来，啊，以后再跟我一次分享。等下我们来一个蛋糕了，而且我们世界的主席还一起上去好吗？吃个蛋糕好吗？那个拍一个照片，哇，这个结尾都全部拍照片了，拍了没有？